现在都已经在走了。有啊。有快要施工了就好了。我们这么短而已。没有，前面。哦，铺路了，铺路了，给我看到是怎么样的铺路，所以不要记我迟到。然后说你可以早点出门。我说干。哇，这个也很辛苦，这个。你说你可以讲说我不因为不知道他在铺路啊，所以没办法早点出门。说我八点出门就。你说我七点半出门，等一个多小时。有三分球吗？都有啊。我帮我那天看我昨天前天礼拜我去打球的那个画面，跟把高中拿出来的画面来比一比，真的。你说打球的像那个技术？对啊，就是感觉这差很多。那时候很不成熟，像在拼命一样。那时候运球好像就很厉害，运还会绕高，现在都不太会。运到最后人往前跑，球不见了。对啊，高中是不是这样子？一直往前冲，哎、欸，球嘞！球跑，球都绕高了，其实我现在都不太会。你看怎么塞啊？对啊，那一定你看了、啊、这样塞过去，你看这边停在那边又要差十分钟。对啊，差不多要。对啊。而且刚才那边还有些人要切右边，就人家要我们方向要切左边，没办法切。对啊。这条路其实算蛮危险。太小了，是不是？而且这样速度都快，那、哎、应该要扩拓宽了。不能的啊，这怎么拓？可以啊。最底的。这铺到那边做桥啊！哇，这条真的很危险，都太窄了。除了那边要怎么弄？再弄过去一点。对啊。可是要花不少钱。至少是不会的，至少哦，再拓宽那个机车道没有？那拓宽一道再给他做机车用的，至少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塞好长。